知道的关键字。台湾民众党。早在宇宙司令韩总崛起之前，政坛就已有传说，当韩国瑜和郭台铭想追上蔡英文的职称时，柯文哲先跟上了吴敦义和卓荣泰的脚步。党主席为柯文哲先生。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大方的跟各位说，创党党员我们已经超过千人了。韩总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国民党党员人数几十万人，民进党党员人数十几万人，柯P创党党员1000多人。创党党员111人，出席72人，投下主席票。柯P拿下63票，却有党员投错票，除了无效票，连学姐黄静莹也有一票，成为老板对手。党内组织架构，5位中央委员，包含柯文哲和民进党籍文基会副执行长张义善。中评委设5人，其他党员包含交通局长陈学台、北捷董座柯文哲的同学李文宗，还有柯P最信任的蔡壁如、发言人刘义婷、学姐黄静莹，甚至市长随扈也入党。这样的迷你小型企业要跟大财团竞争，当然得拿出一些超值优惠，那就是免收党费，又可以双重党籍，只要用1块钱就可以改变你的行为。挟带着年轻人的高民意，怀抱着素人政治的理想，文哲阻挡谁敢阻挡，就是这样，高兴不高兴随便你。有了民众党，也有了一些民众，但没有战将怎么办？只好先做一些资源回收的工作，收收国民党的过气叛将，纳纳民进党的小咖气将。我们只有一个信念，支持柯文哲能够打败蔡英文。我不好意思评论他们是西咖或者是敌咖了。2018的县市长选举我已经看不清楚了，2020的总统大选更是扑朔迷离。怪异政党，只要2秒钟，滑鼠移到右下角，目前订阅316300，中国不来金马奖，但你不能不订阅。一方水果茶。人的命运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你的体重跟身形则是三分靠食欲，七分靠手摇饮。卖手摇饮可以赚多少桶金，就让一方创办人茉莉国际集团董事长柯子凯告诉你。一方2016年创立，高喊在地精神，使用本土水果，在全球开了1500家分店，80%门市数量都在中国，全球一年营收超过20亿。我们就希望说用水果茶把它发扬到全世界。这么厉害，以前爱喝一方只是习惯，但你看完接下来的画面，就会有减肥省钱的打算。香港反送中持续延烧，5号发动罢工罢课罢市活动，不少店家也加入罢工行列。不过台湾知名手摇饮店一方却在微博发文，强调坚决维护一国两制，坚决反对暴力罢工。有关违约门市已经采取即刻解约关店的动作，不允许任何意图分裂国家行径。再好的水果，再好的茶，都没有人民币香。加盟一方背水一方，老板只管浅钱真香。你想要加盟我们的话，就要跟着我一样有这些决心。人权在乡没有人民币乡，自由在乡没有人民币乡。柯老板，你的决心我们都看得到，就怕得罪消费者。台湾加盟店脸书纷纷po文自清，反对一国两制。加盟店纷纷表态，总部言论不代表加盟店。好个光速切割次元刀，好个一方个表。网友抵制风潮，逼得一方总公司不得不在6号下午才首度发出正式声明，总部未来将会遵守当地的法规，恪守品牌不受政治的原则，只说这次是偶发事件，深感抱歉，但对于一国两制的立场却不愿回应。这很明显就是打着台湾名号出去内供的偶发事件。柯老板的企业在中国有1187家店面，在台湾只有178家，选择舔中，被骂卖国贼，至少荣华富贵，选择挺台，最后家道中落，什么都没剩。白痴才不会写这道选择题，如果他今天做了不一样的决定，那台湾人还会记得他的乡挺他的选择吗？不会，因为该收割的都被收割者联盟收走了。所谓水果茶，我们当然是希望天然的最好了，好，但是如果加了政治味就不好。当横去。当韩家军招募了何庭欢跟白乔伊美女新队友时，各位不要忘了一直驻守在高雄，以幻想战术跟糖果坦度出名的猪小队雷雷队长观光局长潘恒旭本末登场。为了掰50亿，他可以模仿中风的狼人；为了实现高雄外交的理想，他可以去一个假的小三通参加剪彩。你可以质疑恒旭的智商，但你不可以质疑恒旭对国瑜的忠诚，他才是韩家军真正的秘密间谍武器。台独左派的激进党发言人陈柏惟将投入台中2020立委选战。国海啸溃去的时候，韩国来的鱼会死在消波块上啊！
激进党陈柏惟转战台中参选立委，对上国民党的严宽恒。记者会上忍不住酸了韩国瑜，高雄市观光局长潘恒旭护主心切，隔空互呛。OK， 对，然后这是间谍小狗，唯一的破绽是他眼睛里的摄影机。接着小潘就在脸书上发明七点呛声说明，其中有几点特别有趣味，自己爱选想选要选就不用一堆冠冕堂皇的理由，最看不起这种言行不一借口一堆的政客，绕跑唯一，说什么爱高雄真 cheap， 落选唯一，去台中也选不上，唯一支持严宽恒让你变消波快。迷幻似的捡到枪，杠上陈柏惟拳打国瑜加宽恒，连续四招在自己老板脸上，冠冕堂皇不及，言行不一刚挡波，廉价爱高雄十次斩，草包奥义绕跑断骨机，一个华丽转身再一拳打在严金彪父子的脸上。潘师傅，你往内裤打的功夫好俊呐！高雄观光局长认证的台中黑道九四品质纯正。曾经谁批评过我？我真的那个人会被怎么样啊？七夕情人节，今天是七夕情人节。这件事情不关你的事，懂不懂？快去追踪订阅老天鹅娱乐，随时掌握我们的最新动态。